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方舟生存。今晚我是老头 Old Man， 欢迎回来方舟生存。耶、yeah, ，今天呢，老头呢稍微研究了一下我们这个所谓的洪荒世界啊。那这个洪荒世界呢，老头稍微看了一下，大多数都很仰赖这样道具。那这样道具到时候收集这些材料其实还蛮麻烦的。不过呢，老头会想办法把这些材料全部收齐。重点是他制作出来一个是多少一个，应该是制作一次是为多少一个为单位，我就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呢，到时候要把这些材料收集一并收集完毕之后，把它做出来看一下。然后呢，我们这个珍珠呢，暂时是可以先召唤一下我们这个就是狼犬。这个叫做辣狗这是辣狗跟这一只跟这一只螳螂，我们待会再等下拉出来看一下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普罗米修斯呢很高兴的又改版了，但是呢，他这次的更新只做了一点点小小的改动小小的改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是觉得这个还蛮值得去试试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多了一样这个东西，普罗米泰克工作坊，好不好？然后呢，他这个泰克工作坊，这意味着说他是可以盖任何普罗米泰克的那个叫什么地基建筑物，而且据说都是两倍大哦，两倍大哦。我想知道说两倍大到底多大，而且他说地基可以堆叠。地基可以堆叠，是代表说它有解除一些不能盖的限制，好不好？那到底是如何呢？我们来做出来看一下，好，其实我蛮好奇的。这种普罗米地基，常常你们在玩这种方舟，都会遇到这种困扰，就是说我明明都已经想好我的设计图要怎么盖了就很好死不死的给我一个斜坡。一个斜坡我就盖不下去啦，是不是？大概都会有这种感觉。那我觉得我在里面放就好啦。来来来，那你看这个神话的家位我也已经准备好了。神话的家，待会我们把它弄出来给你们看一下长什么样子。我刚刚稍微试一下，还超级大，什么大？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奇怪，我那个跑去哪里了？Hello， 我们刚盖的东西怎么不见了？在这里，我有啊，擎天柱哦。可以放在外面，我一把剑插下去这样子，哇，原来是时钟剑啊，我还以为是普罗米呢。好，我们把时钟剑插哪里好？可以插在房子外面吗？确可以。我决定了，插在这里，感觉就很帅。这是你的剑，对不对？交给你了，世界就靠你了这剑原来长这样子啊！你看看，还有这些材料能量元素，之前丢一半给你，我们随便盖一个，我们先盖个地基好了，好不好？聚合物，我们看一下地基到底有没有两倍大。水晶，然后再来，金属锭。那我们看一下到底是多大我们做两个好了啦，看他是如何做堆叠的动作，好不好？他说可以堆叠，到底是不是能够堆叠呢？不要给我等下给我宕机等下不要给我程式出错我就哭给你看了，我就哭哦有了，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好了，就是这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说有一倍大的地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东西太多了，我找不到。Hello， 找到了。Hi， 我看一下，好像真的有这么的大哦。有啦，感觉得出来有稍微大了点啦。这个算是一倍大而已，没有到两倍大啦。那他说堆叠看一下。它的堆叠是怎么是指怎样可以可以垫在上面哇 ,so cool 的，重点是还可以把它捡回来我要把它捡回来捡
回收再利用，这个比原版的好太多了。来，我们把它，哦，不用把它，我们就这样就算了。想说把它放仓库，想说也没多重，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话家哈，那个神话家你看就这么大一坑啊，说真的盖下去之后到底会不会遮，会不会挡到什么就不清楚啦，因为我自己也看不太清楚啊。我们盖这个地方好了啦，我们尽量不要挡到别的地方啊，我就决定这里了。来，哦，大到吓死人，果然大到水晶都穿进他的巴巴来了，有没有？神话的家啊，中间一个水晶，这是故意的吧？看起来比较帅，有没有？其实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啊，就是这个位置啊，一根水晶插进来，感觉就是屌啊！跟我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哦，没有啦，哦，每天整天睡醒，那不没事没事啊，啊，这是怎样啊？神话的家，嘿，怎么会有老虎的叫声啊？发生什么事啦？哎呦，有老虎！啊，这些是背景，哈哈哈。哎，阿丽的神话一下就安尼啊，那会不会也太，啊，也太单纯了一点？会不会要上楼？好吧，你看超大的，你看，哦呦呀，哇，还有老鹰哥啊！哎，这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动的，啊，不是啊，不是不会动啊，是建筑单位啊。大哥，我上来了，空空如也。啊，到时候把我们这个神兽都搬进来，是不是？就这样子啊？好吧，我突然觉得好空虚哦。这应该是可以给我们来放恐龙的。好啦，就当作说是已经帮我们自动盖好的东西就好了啊。我们这样心情会好一点。啊，回头路在哪里哦？在这里。抱歉。呀，会不会这边本来就有一只恐龙，然后被这里挡住啊？把它敲掉好了。哎呀，啊，依旧什么都没有，好吧，放弃。这边没其他路可以走了吧，对不对？啊，肚子饿，吃一下，吃一下。我可以把我们的金刚放进去啊，对不对？啊，还有什么？人家说这有后门吗？没有，完全都没有。有天台，哎，真的还蛮大的哎，这个家好大哦。你看，神话哦，洪荒世界神话模组是这样念吧？有点忘记了，洪荒神话模组啊，算了，忘记怎么念了，好不好？可以，然后这一下我要干嘛？我想一下，突然有点失忆了。哦，对，我们现在呢啊，要来召唤一下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啊，这些不用看啦，啊，这些都是 skin 而已啊，都是 skin 而已啊，好不好？你装上去也没多帅啊，反正就是钢铁版的这个普罗米，不是普罗米，钢铁版的神话啊，啊，这都 skin 啊，这不能用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蜡狗，神话蜡狗长什么样子，还有我们的神话螳螂哥。哦，剩下的要想办法了。哦，像那种神话猪猪有点麻烦，这个之后我再想办法看怎么打、怎么拿、怎么获得吧，好不好？我们可以在里面召唤吗？其实也没差呀，算了，就在里面召唤好了。不然的话，这个建筑物都没用到，感觉有点空虚啊，是吧？来，我们现在看蜡狗。啊呜！哪里够嘞？阿里就只是比较大只而已。哎呀，抚摸，哎，乖乖，我靠，这种神话级都这么大只哦！啊，不能，哎，可以骑。哇，原来你可以骑乘啊！哎呀，好狗，好狗儿，哎，好狗，好狗儿。乌雷克多塞，呜呜呜呜，乌雷克多塞，呜呜呜呜呜，有他，啪！哇哇哇哇！哎呦喂，哎呦喂，凶巴巴，凶巴巴，咬死你！我勒个多塞！我我的狗要死，我的狗要死！抱歉，它太顽强了，我们放弃吧。我们还是
退回我们原本的单位去啊，做两只陌生的狗。哇，居然有独角兽王，这个居然在我们家附近出现，太神啦！这个要留着啊，独角兽之王，帅哦！到时候我们来抓他，要跑去哪里了？啊，独角兽还在那里，到时候我们要递胡萝卜给他，啊，让他成为我们的伙伴之一。啊呜！哎，我们家外面为什么这么多只这个啊？怎么会这么多马儿啊？然后我们家外面被快乐小马给霸占了，是不是？哎，我们这样可以把他们都放进去，哎，其实也不错啦。啊，我们找时间呢，把恐龙都丢进去好了，一定是非常的赞，赞！来，我们来看一下螳螂哦，走开呀，不要跟着我啦，乖乖在那边。啊，好哦，我又按到抚摸了，啊，还是你想要我摸下？没事啊，我想说，你还是坐下好了。我记得有个指令可以让他坐下，乖，嗯，好狗儿，哇，他如果哎、欸，如果我把他惹生气了，他背叛我了，他一口就可以把我头咬掉、欸，哎，凶狠。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螳螂。螳螂的话，战力应该充足啊。螳螂被生出啊，就是拿来增加战力用的，是吧？哎呦，这个螳螂是感冒了、中毒了，是不是？好恶心哦！他那螳螂是被注入了 T 病毒吗？哎、欸，现在被注入 T 病毒的螳螂还跳这么高是怎样？下不来了啊！还会受伤，还好。啊，我们点一下血量好了。哇，回的好快哦！哇，这个右键打击的感觉真的屌，按下去会先暴气一下，再往前跳。然后 C 键是破坏时光，呜呼呼呼！还有什么？普通的左键。啊！哎，我的右键也是破坏时光啊、哦。哎，有烧到一滴而已。哦呦呀，凶！哇，这样子5871，啊、哦，还好不是5487，啊、哦，不然就好笑了。不过这螳螂唯一的缺点就是跳起来之后呢，就没有什么行动力了，有点尴尬。啊，这样子我会觉得有点尴尬。不过回血量很 OP 啊。这个回血量 OP 啊，嗯，这螳螂不错，我还蛮喜欢的，不错不错。来，我们让我们的神话之宠啊进入这个 house 里面，哇，远比普罗米的家、普罗米英雄会所跟我们这个什么神话之家差太多了吧？哈哈，小巫见大巫啊，哎，来，我们站在这上面，这就是你的家了。啊，没有踩到，算了。那、啊、我们开进去。啊，他现在暂时是这里的霸主啊，因为没有人跟他抢，所以说他站中间。来，霸主就是你的，好好的，不要动。好的，哦、啊，我们好像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的吧？全部剩下都要采料、收集，超麻烦的，好不好？不然这样好啦，我们来试一下 skin 好了，随便做一个好了。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们的普罗米起冲突啊？应该是不会起冲突吧？我看一下有什么。这个我没有材料啊，没办法做啊，只能干瞪眼啊。你看我们这边就有一只现成的剑龙，可它是普罗米的。如果我们把 skin 套上去，会不会宕机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哦。Hello， 东西呢？哎呀，东西又不见了！我记得我拉出来啊，是我眼托吗？应该是我眼托吧，在这里啊，没有用。对啊，它只能用在一般的。
他不能做交叠啊，这只本身就没有皮肤啊，好吧，他只能用在最一般的恐龙生物了。好，那我放弃。好，然后这边全部都是海豹，算了。还有什么？啊，对了，有人跟我讲说叫我去挑战玄武之王，用那个帝王暴龙去敲。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会赢啦，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还是算了吧，好不好？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没挑战性了，我们要挑战性一点，好不好啊？这些神话猪猪到底要怎么获得啊？是打怪吗？应该是打怪获得的吧，好不好？那到时候再想办法吧。我觉得呢今天内容也差不多到这里啦，好不好？反正就给你们看一下到底多了什么东西啊。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应该就是这个家了吧，是不是很酷啊？下一集呢，你就看到很多恐龙都被搬进去了，好，让他们进入这个新的家。我不知道这只金刚进不进得去，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看他进不进得去。哇驾！哇，我们可以到天花板了，没关系的，可以的，可以的。欸、可以耶，靠腰哦，也太好笑了吧！你看，等一下，这边就卡住了。让我进去，我要去顶楼。完了。会不会这样一卡就再也出不来了？好假！哎，进不去。No， 我被歧视排挤了。好吧。我们可以用跳的吧？就算你不让我正大光明进去，我也要跳进去。啊，有了有了！啊，干，不行不行 ！No！No！No！欸、我可以跳这里啊，我们87，然后我们跳这边好了。哟 ，Let's go！ 喂，哇，大成功！啊，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官邸 boss， 来挑战我啊！我在二楼等你。啊，没想到你居然击败一楼的螳螂哥，那么就由二楼的我啊，大金刚嘿嘿，金刚之王。啊，来做你的对手吧，是不是？好啦，不要理我。啊，今天没什么内容，大概就这样子。OK， 今天影片到这边啦。如果喜欢我影片呢，左下角有个订阅，右下角有个喜欢，欢迎帮我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次啊，洪荒神话世界再见了，拜拜。